四重溪温泉的清泉，它这个日式套房超赞的哦，有榻榻米，然后里面是有冷热双泉。日本称的房型应该我记得是叫摩登啊，就是河阳式的房型，然后外面是庭园，外面有日式庭园，所以整个就给人家很怀念日本的感觉。现在还不能出国，我来到这边就觉得很像身在日本这样，一定要来住看看哦。